你看，人家都太看上你，就想叫大宝给你把环境了。人家大宝人家不听话，人家早跟着我，我看着我，我知道，你看，当时你就是看上我了。在咱村子长得又好，人又瘦，工作又好，呀，工资啥又高，人家你又懂事又知道做啥。我就想孝顺你，人家大宝我撵哈了，人家不娶我，你知道吗？咱给人家狗下去找，闺蜜想穿了，迷魂汤了，你着急我，你说你把婚礼把我一娶，那好好孝顺你，你看你一天。哎呀，把你好好孝顺哈，看你一天都不受气的。不会把婚礼掉。哎，你带上驴，把婚礼当后天吧。你让他把婚礼。我就想去。王哥，你咋不说话呢？哎，燕姐，我刚还跟俺姨在这夸呢，说俺大宝娶这媳妇又好，呀又能干，还啥都。你别往嘴上闭上，也能行的很，能行的很。俺过来叫俺离婚，你不看还你瘦的跟马哥一样，能做啥？俺戳疼俺了，在俺这胡搅是非。我走走，俺的娃多的，俺都带去。你咋能这样说哈？明显你跟大宝都是天造一对儿，还有啥忙来了？把你看一下，夸一下。你就人家娶你就是横来月，剩下怎么上班啊？也看还要啥狮子？妈，咱们是在为俺给你个亏待了，俺把虐待了啊！人家给残疾人的在为学我啊！你戳疼我，叫我跟你又离婚，俺离了能咋？你去跟你又重新去啊？给我走，赶紧起来坐坐饭。少爷寻思我啥媳妇儿？哎呀，长成我样子。喂，大宝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好，那咱俩一会儿过七夕，咱俩一块儿吃个饭，给咱订个饭去。